十月二号星期天下午两点，你看看现在，今天是2016的台北市世界动物日的活动现场，这边是由台北市动保处举行的世界动物日的活动，现场摆了什么很多猫啊狗的那个协会的基金会啊，这些协会这边爱护狗动物的人都在这边。参加这方面的活动啊，当都狗啊猫啊参加这个协会的这些有很多，有什么全国动物医院连锁体系啊，哦，还有台北市动物之家，新局长这边来了很多的民众在这边参加国际动物日的一些这个展览的活动啊，在户外的展览活动啊，世界动物日的活动啊，在四四南村这边举行，啊，环球邮报记者燕国荣在四四南村的报道。